好，第一个动作是屈膝的浮力挺身，那准备动作就是膝盖屈膝着地，双手着地，在下去的时候尽量让你的胸贴地面，不要碰地，然后起来完成一次的动作，一二一二，好，你可以重复做十次，大概三十秒，然后休息三十秒。好，第二个动作是我们说超人就是在做你的背肌，背肌的要领是先把你的双手伸直，然后在启动的时候让你的背是夹起来的状态，然后身体微微上前倾，然后再放松，然后夹背，二三，一样可以做十次，大概维持三十秒，然后再休息三十秒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是平板支撑。平板支撑你可以双手是直立的，或者是膝盖着地，那更正是手肘着地，手肘着地会比较好做。那动作要领就是肩膀还有腰还有你的臀部是成一直线，你可以自己默数三十秒，或者是拿码表。好，三十秒到就停休息。第四个动作是 V 字型的腹部卷曲，我们先平躺之后，等一下双手跟双脚同时向上呈现一个身体的 V 字型，一二，动作要领就是膝盖跟手肘尽量打直，一二，一样做三十秒，再休息三十秒。第五个动作是相扑深蹲，主要是要训练臀大肌还有股二头肌的力量。我们屈膝之后，脚的宽度跟肩膀差不多宽，好，微微的往下坐。在坐下去的动作要领是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然后将你的背打直。那你会发现，虽然你的身体是向前倾，但是你的背是完全直立的，一样可以做三十秒之后再起来。那手的部分你可以往前伸握拳，或者是这样平放都可以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是将你的脚一只脚往前，第一只脚向后往下踩，踩的时候让你的前脚呈90度，后脚膝盖微微弯曲，然后你的身体跟你的地面是保持90度。好，接下来再换脚。好，同样的动作你可以做10次30秒，再休30秒。好。